这什么地图啊？打个水友赛，这输赢能咋的呀？哎呀，这不折的又能怎么样？又不给奖励的，折的干嘛？全军出击！会不会来偷我们家野狼？我看看啊，插个眼啊。是不搁草丛里头呢？啊，没在草丛里。防御天赋。这哥们儿一看就是手抖了，哪有正常是没有赛恩先上来直接抠秒放的，基本上都得蓄力，你知道吗？赛恩前期抠都是蓄力的。这个骸骨没打掉，剑圣打野，这是炮车不让补了呀？这中路怎么回事？来吃个药，对面的中单怎么回事？点炎 E A Q 啥管六 Q 赛人还是？先别急啊，杀剑圣啊，杀剑圣，先杀剑圣，要杀就杀剑圣。来进这个圈直接定两个 ，OK。回家，谢亏，谢亏呀。不行啊，这波赛恩有传送，我们得上去吃兵。把这波兵给他吃了。像这波兵线他就应该传送，你知道吧，他省个传送其实没啥用。把这波兵给他推进塔，然后开始吃兵。我们呢血量比较少，这波他打他肯定是能打得过我们的。得打个骸骨，可以打，我有征服者。哎呦我操，不行，不能打。这波其实我们有点削钢了啊。
我出个狂风之力试一试。德拉斯来帮我们来了，出一个狂风之力，配上一个收集者，岂不美哉？我溜了。试一下吧，又没出过，出一个。草里针眼一会儿拔了吧，不着急，没事。开车了啊，开车了，发车了啊，出来了。哎呀，我的车没了。看他塔皮吃不吃啊，他不吃让他塔皮消失。把草里边针眼给它拔了，600块钱。先把它骸骨给它破了。搜一下 ，GAW， 接个扣。差一点，定住就死了。没定住不行，没定住死不了。没事，艾克没扛塔啊。他知道打不过猴哥，选个赛人扛压，不是啊？其实就现在的上路吧，没有什么打不打得过的，真的。主要是看打野。你看我有单杀过的赛恩吗？没有吧。你看我有压他刀吗？没有吧。你看我等级比他高吗？没有吧。三重没有。这波厕所回城。
主要是打野来帮忙的。哇，狂风之力！没掉血。抠一下 ，A 一下 ，E A A 抠。平 A 平 A 平 A 打把掉 A A 接一个扣，谁来了？永恩来了，永恩不才八级吗？这，我的小兄弟呀！这也不让拆呀，其实这是对的啊。狂风之力，其实打不好属于正常现象。水友要是跟我打的话，就相当于我跟彭于晏打，那手能不抖吗？你说，那肯定会抖的，你知道吧？这家伙彭于晏要是跟我打游戏，我也抖，你知道吧？我也抖。一血塔没拿着，哎呀，意思是我能跟彭于晏比喽，咱不是比不比的，人都一样，有什么不行的呢？彭于晏不也就是一个鼻子一张嘴两个耳朵两个眼睛吗？他比我多啥呀？他也不比我多啥，怎么的呢？不都是人吗？再说咱已经不是能不能跟他比的问题了，我们俩可以说是五五开吧，啊，哎呦，远上走了装甲猴，他有扫描，
下一把剑圣我们就不邀请了啊，看看他的 ID。啊，好的。下把剑圣换一个人啊。铁板鞋吧，来个铁板鞋。要不咱们整的专业一点，下一把咱来点带 BP 的怎么样，行不行？完了，按错了，给我狂风之力按了。你办不办猴其实都没用，你这把也不是我的事儿啊，这不是咱们这队友狠吗？下路优势，中路优势，打野优势。前期三级那野区那波就打炸了都。哎，我又回来了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别急啊，别急上。我们上了这波也不一定能打得过，那卡莎没在。这个视野的位置很刁钻啊。有眼儿，他这个位置有眼儿，我站在这里，但是我没有扫描到这个眼儿。我看看这狂风之力能不能秒人啊？我瞅一眼。打呗，哎，为什么 E 没 E 出来，狂风的时候不让用 E？ 先走一波啊，往这走，往这走，往这走，被我暴击了。又被我暴击了。13个岛。猴在狂风之力的时候不让用 E， 这啥玩意儿呢？我再来看一眼啊，我看能不能行。不让用，哎呦，这玩意儿是叉的，那出个屁呀！这
只有无目标技能好像才可以用吗？也不对呀、啊，那 W 也不能放啊。你看这 W 也不让用，看着没？黑的。带位移的不行，那就没有能用的了，那还用个屁呀？那只能 Q 用了，我 Q 我用你这 Q 啊。打条大龙吧，哦，剑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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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波要收割了，剑圣，但是被我收了。黄蜂之力放个 R 没用啊。